有网友问，门窗值守安装位置的高度是固定不变的吗？严格来讲，门窗值守安装位置高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但是通常情况下，门窗厂为了便于操作，他们会有一个默认的高度，就是窗值守距离地面的高度是 1.5 米，门值守距离地面的高度是 1.1 米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您的家庭比较特殊，比如说一个人的身高是 1.9 米，一个人是 1.4 米，那您就会有特殊的要求，在下单的时候就一定要备注说明，以保证门窗厂在设计和生产的时候进行合理的调整，以便您家庭的使用。